胜利百分百，美女当道，小马哥热情过头，为哪般？哇！心目当中完美的男性是什么样子？应该有智慧。有智慧。体型方面有没有要求？头要大。哇！等等，人家是国际友人，有时候说一些场面话，你不用当真啊。但我觉得越来越像我，怎么办？你不要往心里去啊！你心里越真，痛得越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的，还是跟人家好好做朋友。但我妈说了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就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真的吗？是。你再想一想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妈说的？想清楚了，想清楚了，我也不敢确定，不敢确定，对。来的都是客，小朋友为何突然东倒西歪？我擦，没了，没了。你这是美了还是醉了？不是，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喝了吧？没有。没喝啊？那是表现歌里的意思是吗？没喝，没喝啊！哎呦，不错，不要吓着他啊，宝贝儿，回家的时候尽量不开车啊，好不好？哎。预备，开始。放心的走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抓着绳子，抓着绳子走，抓住绳子，抓绳子，抓着绳子走。更多闯关小勇士，童言无忌闹翻天，就在本期《胜利百分百》。水果生气了，会员果汁果乐，爽更要健康，好喝。汁果乐，含果汁就不一样，爽更要健康。会员果汁果乐，好喝。水果生气了。本节目由会员果汁果乐独家冠名播出。要请胜利百分百又秀帅气的主持人马可、曹阳，让我们欢迎。百分百天团，首先第一位刘刚，欢迎李承铉，欢迎大家来到胜利百分百。我们前面要特别感谢会员果汁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。对，同时呢，欢迎大家积极的登录这个啊，我们这个腾讯微博来分享我们节目的精彩。没错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马上呢要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几位嘉宾了。这几位嘉宾又是我们几位几位明星的好朋友。哎呦，你的朋友简直太多了啊！而且都是美女 啊真的、啊，真的是令人艳羡呐、啊，很可怕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带来这位朋友啊、就是一说你们就会吓一跳。哦吼，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啊哈，我介绍的这位朋友，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院。硕士研究生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刚你一个丐帮来的弟子，你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水平呢？你看一下这身衣服，不是，没有这件衣服，我毁了四件衣服，真的。哦，哎，不错啊。非常聪明的一个男孩子，有付出就有得到，有创意的男孩子，这样的男孩子特别招女孩子欢迎。所以接下来刘刚要请出的这位是，这位是来自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，好，马兰，让我们欢迎马兰小姐，你要请。哇，我看你还会怎么摆。好会秀哦！来来来，所以刚子，刚才你跟我马兰一起，两个人分别饰演什么样的角色？你介绍一下吧。我是饰演太监。还有呢？他是饰演皇宫里请来的贵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个真的身材差别太大了。是别的啊？你小时候都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小时候我什么都吃吧，因为我没什么忌口，我什么菜都能吃。告诉大家，马兰呢，他之前好像是 model， 是专业 model 出身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，专业 model、啊、对对对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不可以看你 model 的专业功底、哎？我们看看不同的感觉的 model 怎么走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冷艳型的，对对对，哎，来来来，出发，酷酷的啊 ，music。
不下。哇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换一种。这个真的，刚刚走的真的是六亲不认。对对对，六亲不认，满目仇恨的，是不是？我最近学会了一种热情似火的走秀方法啊，你会吗？是我认，也是另外一个认识的模特教我的。OK， 那你来一个，看一下热情似火啊。我看你认识模特还不少呢。是，真是啊，真是的。嗯，预备，预备，走，热情似火，刘刚。大家一起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预备，走！其实我跟你讲，有一个步伐错了。对，什么？真正的国际模特啊，他不是说走顺边路啊。比如说，他要是往回走的话，大家都会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专业模特应该是踏这个脚往这边转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别理他，回去。走走走走走。第一次我发现彭宇在节目里被马可贬得一无是处，所以刚刚聊了半天啊，跟马兰的关系不是很大啊，是你把话题拉回来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来，马兰，我告诉大家，做过专业的 model 非常非常棒，是的，而且现在呢准备要转型。哎呦，想怎么转型呢？想转型成主持人。各位，事实上他想做主持人并不是空口无凭，是的，自己有过主持的经历，是的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曾经主持过哪些大型的活动吗？哦，主持了很多大型演出。大型演出你跟谁合作过？哎，坐坐。李咏、朱军。李咏、朱军。白岩松啊。白岩松。白岩松。哦，对啊，那你记住了，都是很优秀的主持人，这都是大牌的主持人。对对对 对, 对，今天能够跟曹阳、跟马可、跟刘刚、彭宇、李承铉，你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。是是是，对啊，我觉得很荣幸啊，很荣幸的。你知道，一般我们都是比较低调的，对，不会在节目当中夸耀自己。但是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传出去，不要传出去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三个都不如他了。啊？谁呀？我说，那几个了？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。搭档好与坏，并不见得他的牌大与小会有影响，而是合适与否，有没有默契，有没有默契。这不是说两个人凑在一块就可以主持的，这跟夫妻一样，不是两一男一女就可以成夫妻的。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缘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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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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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好的，没什么事，麻烦你回去做好不好？不是，你是要过河拆桥，你知道吗？不是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个问题，请马兰认真的回答我。哦，好的。注意啊，你心目当中完美的男性是什么样子？应该有智慧。有智慧。应该是有幽默感。有幽默感。体型方面有没有要求？头要大。刚子，人家是国际友人，有时候说一些场面话，你不用当真啊。但我觉得越来越像我，怎么办？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啊，你心的越真，痛得越深，好不好？好。好的，还是跟人家好好做朋友。但是我妈说了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就宁可信其有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真的吗？是。你再想一想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妈说的。想清楚。想清楚。我也不敢确定。不敢确定啊。对。接下来访问交给你啊，刚子。交给你啊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对男朋友的身高有要求吗？没要求。没有要求。嗯，体重。体重呢？没要求啊。没有要求。你就那个介不介意他已经已婚？这方面还是有点介意吧。只是有点介意啊。真的，我是结婚了，是结婚，但我过得很不幸福。哎，你自己要负责任啊。好主持人，哎，真的，为了调节气氛，媳妇儿都可以出去了。真的，谢谢嫂子啊，谢谢刚子啊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马上上场的这一位姑娘，她是彭宇的好朋友。来，彭宇介绍一下。彭宇，哎呦，我觉得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啊，叫玛利亚。
同意啊。Maria 啊，怎么你站起来好像也没有比马兰高多少？不是，马兰是这样的啊。当我们主持人调侃到关于身高问题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必要再走过来再踹上一脚了，这样我觉得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好的 ，OK 啊，所以接着介绍你的好朋友。是我的好朋友，名字很好听啊，叫玛利亚。我觉得很厉害了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幸运。哇！注意看眼神，眼神。哇！赵成奎呢是6岁，他是韩国人。跟陈胜哥打声招呼。안녕말알아듣겠어못알아듣겠어我觉得你韩语说的不标准，是我错。不要走，亲爱的，不要走。更多精彩内容，广告后马上回来。水果生气了，会员果汁果乐，爽更要健康，好喝。会员果汁果乐，含果汁就不一样，爽更要健康。会员果汁果乐，好喝。水果生气了，本节目由会员果汁果乐独家冠名播出。有请玛利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请玛利亚。有请，玛利亚。哇哦，好慢呐、啊！哇，注意看眼神，眼神。哇。我们好像打搅了别人，玛利亚，是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掌声欢迎玛利亚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哇，什么叫做野性魅惑？从我这个角度看，因为我看不到玛利亚的正面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闪，对，好闪，就一直在我面前闪来闪去。看一下他的眼神，眼神更加的电光火石，真的吗？对对呀，刚他走秀的时候，刚刚彭宇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说实在话，我走秀啊，水平并不高。这你们都看出来了，可是呢，就是因为这个是一目了然了。对对，但是玛利亚她因为很会带入，哎，真的是，对，她可以把别人带入进去。带一下我们好不好，玛利亚？可以吧 ？OK， 来一段音乐啊，来来来，魅惑野性的音乐，来，刚子，来。接下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玛利亚。对了，2009年世界小姐，各位，最佳才艺奖和最佳时尚奖双料冠军获得者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像我们的这个玛利亚，她自己为了融入中国社会呢，自己下了很多苦功，是，比方说自学中文，比方说学唱中国歌曲、中国京剧，对不对？方方面面的努力都已经做到了。是中国歌曲，我们来一首，可以吗？中国歌。我